大家好，我是 Rainy。 今天这期主题呢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我在两个星期前就发过一个预告，是最近我在淘宝上发现的小众又平价的首饰店铺有哪些。大家知道我上个月回国了嘛，然后疯狂下了超多订单，如果你关注我的微博或者 Instagram 的话，我早就发过预告，就是想跟你们说我要拍这样一期影片，超级多人都很期待。但是无奈到我回国最后一周的时候去拔了智齿，然后所以说我整个脸都是肿的，然后嘴也张不开。如果你要问我拔智齿有什么心得呢，就是很多好吃的都与你从此拜拜。那我就想将功补过，把这些东西都原封不动的带着他们的盒子一起背回了加拿大，又想跟你们 review 一下，测评一下每一家店铺他们的盒子是怎么样的包装。在开始之前要跟大家说，这里面的店铺都是非常平价，就是基本上都是100块以下的首饰，就几十块钱的，因为造价比较便宜，很多在用料上面都是比较普通的合金啊铜这样的材料，主要就是带个款式这样子。但是我个人呢，你们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戴首饰，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首饰的人，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很新奇的，也都蛮喜欢的，所以想分享给你们，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这个视频应该会琳琅满目，非常精彩。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一家一家的开始了。还是老规矩，给你们汇报一下每天的妆容。今天的画的是爱心盘，是 Too Faced 的，那又觉得哎，真的爱心盘是很好看的。然后今天的唇膏用的是 NARS 的 Krula 这个唇膏，然后今天穿了一个这样子的衣服， bling bling 的。最近我们这两天降温了，忽然还变得巨冷无比，这怎么会在我这衣服上有个洞？好，我们首先先来说第一家饰品，这家是我的一家，我把盒子扔掉了，对不起，你们没有收到应有的待遇。这家，但是我之前做一个视频的时候，在拍视频的时候，就有快递小哥就来敲门了，这是我比较早买的一家。那我买了两副耳环，这家的名字叫做 Standy 手作。你如果去看它所有的那个款式，做的都是比较走复古小清新小漂亮啊这样子的。这一对呢是一对蓝色带蝴蝶结的一对，我是本个视频里面最清新小可爱的一对，上面有一个蓝色的蝴蝶结，然后下面是一串像小葡萄一样的珍珠，我要戴起来给你们看。我觉得这个耳环真的非常可爱，我还记得我当时拿到的心情，我觉得啊，真的超级精致很漂亮的。但是呢这个珍珠因为是比较便宜那种有点塑料质感的小珠珠，我觉得它胜在它的样子，就样子真的很乖巧，但是它的材料呢就是比较塑料透明质感，就是我后面买了其他家的，一会儿会给你们看，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在珍珠上面的对比，但其实也不会影响我对它的喜欢，我觉得很可爱的一副耳环。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一副，是这样子一个绿色的，是很可爱非常小巧，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喜欢复古并且喜欢小巧耳环的女生，因为我平常戴的耳饰其实都非常大，是一个比较上相的一副耳环，就是你在镜头里面看觉得它很漂亮，好像很通透，就看起来可能照相什么的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戴起来的话，拿手里面是一个很轻飘飘的那种质感，我觉得会更适合比较喜欢小巧复古风的女生。但同时我也觉得这个绿色配红唇超级好看的，所以说这家店我就买了两副耳环，其实我是都觉得还蛮好看的，只是我觉得如果它的质感能做得更加厚实一点就好。然后它的这个啊，但是也情有可原，他们家的耳环确实很便宜，我觉得有点就感觉有一点点自相矛盾。我觉得这个视频你们会都觉得我有点自相矛盾，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店铺都很便宜，二三十块钱，所以说相比他们的价格，当然也不能追求太好的质量。作为一个这样测评类的视频，我还是想说出他们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其实好看是很好看的。就这家耳环店，我可以给4颗星，我觉得他们的款式都是比较精致小巧复古可爱型的。对，好了，接下来的一家店是这个是它上面写的 Wear Style， 他们家所有的耳环都叫做哈爷家。但如果你去淘宝上面搜哈爷家这三个字，你会发现有很多店铺都叫哈爷家，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真的哈爷家，但是这一家是好像买的人还比较多的。这里面的首饰是最近这几个视频出镜率非常高的，因为它也是我比较早收到的一家首饰。盒子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因为都已经把它们拿出来了，所以它们现在是散装的状态，有送一个这样子的布袋，然后还有下面这些什么一个小卡片什么的袋子装着。其实我买这一家呢，我虽然带的频率很多，但这一家算是我今天分享的店铺里面我觉得质感算是排到最后的。我先跟你们分享两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就是这个我相信如果你最近我看我的视频的话，这个我经常的戴，就是一个银色的一个圈圈，上面有一些球球，我觉得它因为它很欧美范，然后我就觉得它很酷，所以我就经常戴它。然后这副耳环才22块钱人民币，配起来就还不错，我觉得这一副就是凹个造型拍拍照还不错。其实我戴的还蛮频繁的，我在各种照片或者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戴过。但是他们家呢，就是反正这种金属的呢都是比较最普通的那种合金的材料，我可以看我戴了这么几次之后，它的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变红，就有一点点锈掉的痕迹。所以说呢就是便宜，然后呢就随便凹
包个造型。然后还有另外这一副就是在上一个就是妈妈给我配音那个视频里面，我在最后化完妆之后有戴这一副耳环。这两副都是属于我很喜欢的那种欧美范，比较夸张大的那种 cool girl 风格，它看起来就是比较粗犷那样。当你把整个 outfit 就配好衣服什么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呢，这两副耳环就是这两副，我就好像那他们都是属于比较就是比较平价那种材料的，所以他们都比较容易氧化。这两副我觉得不错，有凹个造型什么还蛮好的。然后另外买了这两副就让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了，所以他们家都是比较便宜的那种面料，我就比较不建议大家去订我接下来买的这两副，都是属于珍珠类型的耳饰。要珍珠这种类型的耳饰，我是不太建议大家买这么平价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能看得出来质感的。就是珍珠这个东西，如果你看它是比较平价，看起来就是比较塑料的质感。那是这样子球球的，其实戴起来你们不会觉得也特别明显，觉得不太好的那种感觉。这一副就是非常，其实是很好看的，我是蛮喜欢这个感觉的，拍拍照啊什么其实还不错，但是我可能个人要求会更高一些。然后我后面会分享另外一家卖珍珠的一家店铺，就比这个价格也会贵一些，但是材料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那一家会更加值得推荐一点。总的来说这一家就是哈爷家，我觉得他们质量，就是他们家的饰品真的都非常便宜，我觉得买这种的就凹造型的是绝对可以的，我觉得都很好看，那种欧美夸张的。但如果你要买珍珠类的饰品呢，就不太建议在这一家去买啦。接下来的一家呢长这样子的，是它的小盒子，它这家名字叫做 float， 它的中文好像叫做浮游还是浮样，对，应该叫浮样。他们家呢就是这个盒子也是很好看，就是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高质感同时又很便宜的一家，这家其实还蛮想跟大家推荐的。我在他们家买了两副耳环，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居然里面还送了一个小戒指，这个戒指是这样子的，就是那种金色的，我觉得还蛮惊喜的，我觉得小戒指。他们家的 model 全都是酷酷的那种金发小姐姐，就是很酷酷酷感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是比较有格调的一家。这是我买了两副耳环，我觉得你们应该很明显能看出他们家的质感比前面两家要好很多，就它的质感非常的好。首先这个第一副是一副这种流苏的带小须须的，然后它是有一点褶皱的这样一个金片片，我当时拿到我觉得好好看。你们看它不是那种非常土豪金那种金，它是比较低调那种磨砂金，所以我觉得这副耳环真的蛮漂亮蛮特别的，我觉得也很适合秋冬来戴。就说觉得这家店我应该多订两副的，就这一副就非常适合配秋冬的毛衣或者是配帽子，不觉得很好看吗？或者是你配一个那种灰色的毛衣或者是就是长袖的衣服，我觉得非常的合适。除了它下面这个流苏小须须呢是有一点点容易变形的那种，就我觉得是压一压就是容易变形的那种，比较需要去打理的。这一副我真的非常的喜欢，然后拿到了觉得好好看。然后另外这一副呢是一个这种小爱心的，这一副好像是40块钱左右，然后这一副好像是30块钱左右，但是我就觉得这一家是比较非常的物超所值，因为我觉得它的质感还有拿手里面那种感觉都比前面两家要好很多。这个就是看起来超级无敌的复古小姐姐的感觉，还蛮好看的。所以这家我感觉就是比起前两家而言更加高品质一些，金属的质感会更好，所以这家我买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喜欢，想要推荐给你们，我觉得很好看。就这个 float 浮样这一家，很高兴发现这家，这家真的里面就超级酷的超级酷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一家是超级无敌又便宜又好看类型的，本次视频里面唯一一家不是我自己买的，这个是店家小姐姐，这她也是关注者的其中一员，她应该也在看这个视频，跟你打个招呼，谢谢你送我这些饰品。他们家是走那种比较复古金属风的那种类型，然后她一共我自己挑了五副首饰，我觉得他们都是属于20块30块钱的首饰，它都是有透明的包装带着，但是我已经把他们都拿出来了。我先给你们看第一副，然后这一副好像是27块钱嘛，就是我当时拿到手其实因为是我去选的，但是我没有太在是什么价格，然后我拿到之后觉得20-30块钱，我就觉得真的质量还算蛮不错的，是一个这样子垂掉下来的设计，我觉得超级好看。然后它中间这个地方有一块单独的一个小片片，这个小片片是一个像贝壳一样的，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木球球，然后我也觉得特别羡慕国内的小伙伴，因为你们能够买得到那么容易能买到淘宝。 anyway 我现在有这么多我可以戴一年，那这一副戴起来就会你会听到有点叮叮当啷的声音，然后它这个长度正好是有点垂搭到我的锁骨上面，然后它是这种长条形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因为叫木办饰品，所以很多饰品都跟木质的纹路有关。接下来呢是这两副也是我比较喜欢这边这一副，我觉得这边这一副戴起来会更好看。那我们先说这个吧，这个呢是下面有一个镜面的这种圆片片，然后有一个几何图形，有一个绿色的小球，非常复古的一副，然后是几何图形的那种结合。这一副听起来会有点叮铃咚咚的，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然后这幅其实我个人没有特别的喜欢，但其实它是蛮典雅的一幅，因为它有一个绿色小球球。然后另外其实我会更喜欢这个，因为它更大一点，更夸张一点，它上面是那种有点大理石的图案，但它虽然是大理石吧，但它其实上面这个部分都是塑料的，所以很轻，很有个性，是我平常会喜欢戴的那种耳环的风格。看它虽然像大理石一样，但它完全不重。这两幅我都很喜欢，就说这边这一个，它就是完全就是酷感呢，非常好看的一幅。然后它也是有一点点这种褶皱感的，是有点镜面的这样一个金属的片片。那这一幅呢，比其他的耳环都要重一点点，它的质感上面也是会稍微更加有质感，就沉甸甸一点，觉得很好看，就是酷感 ，cool girl， 冷酷。那这个呢是这样子的，我已经戴上了。这一副呢就是上面会有一个这种塑料透明的小片片，它上面有一点点这种黑白的纹路，比刚刚那副要大一点，我觉得这一副戴起来也很好看。所以它们两副都是那种金色的片片，有点半月形的，然后有一个这个球球在后面，这个就是戴起来会有点叮叮当当的，但这一副也是很配衣服的一副，那个 size 又不算特别大，就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 size。 这几副我都觉得很好看，深得我心，然后我就平常我也会经常戴的，特别适合偏喜欢夸张风格同时又喜欢金属和木头质感的女生。你们可以看看这一家叫做木半饰品。刚刚实在太暗了，所以说我就打了一点光。我们这两天阴天，哎，打了一点光，发现我脸上那个高光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好看呢。另外一个，这个是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这个饰品里面唯一一个不是耳饰的东西，它是开口的，所以不用担心大小的问题。然后我也把它戴在了我的中指上，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看。你拿远一点看，就是可以跟你其他的那些小一点的戒指是混搭在一起。那你还可以把它戴在其他的手指上，就是你可以戴在小指上，就这样摁住也是可以的啦，是这样子的，就是双层的。因为我挑五副耳饰啦，在他们家就是金属感和木头质感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比较喜欢金属感和木头质感，然后想找便宜的平价的耳饰的话，他们家是很好的一个去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照片拍的也都特别漂亮。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了下一家饰品了，咚咚咚，就是这样一个黑色的盒子。这家呢是微博上的小伙伴留言，大家推荐给我的，这家叫做 Keyt， 这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浮夸，夸张，超级无敌夸张。如果前面你看到视频有一些你觉得啊已经很夸张了，那这一家就不适合你了，因为这一家真的非常的夸张，完全是走那种欧美性冷淡风的，觉得就是那种夜店风好吗？但是正中本人的下怀。我刚刚煮了腊肠，现在超香的，我刚刚捞出来，我要给你们看一下，你们欣赏一下我的腊肠。喂，我亲爱的小伙伴们，看看我的腊肠，看起来像一卷一卷的西北贝。放着，我刚捞出来嘛，就特别香。现在已经晚上了，然后我正在准备晚饭，不知道为什么说了一些题外话。但是你们看我上一个视频的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超级好吃，自己每天都在吃。再说一个题外话，我很喜欢做饭，非常喜欢做饭的。然后我经常在 Instagram 什么微博故事 Instagram Story 经常把我做饭的那些小片段。所以如果你们也是喜欢做饭的，就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你们可以去关注我的 Instagram， 因为我是会发一些 Story 啊什么，咱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心得啥的。对，然后我买了三副耳饰，它是一个这样子的盒子，你可以看它里面是用那种粉色的 bubble wrap 起来，还蛮浮夸的。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副，是不是真的超级大？如果你们觉得哎这个还好了，就是正常的小耳环大小，你看这副耳环有多么的大，这个有点那种混搭风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上面是一个黑色的宝石，然后中间这里有一个球球的珍珠，特别是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紫色的那种矿石，就好像我小时候家里面放的那种石头一样，反正就觉得还蛮特别的，有一个这样的石头。如果你去看它那个产品的图片，你会发现下面这个金色叶子其实是有三片的，三片叶子就是在戴的时候会就是叮叮咚咚响的特别厉害，所以我就自己手动把那两片叶子给取掉了。对，戴起来呢其实我觉得很好看，就非常的夸张。还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它不知道是自重太重，还是因为它老是这样子摆来摆去，它戴了每次戴了十分钟它就会自己的脱落下来，它有点这种掉，让我觉得有点闹心。还有个好办法就是它每次耳环来的时候会给一个这样的塞子，它其实还会给一个这种透明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到透明的小塞子，所以你就塞两层这样塞上去，这样子就比较会不容易掉一点。但像我这种每次拿到之后我觉得哎后面这个没什么用，我就扔掉了，就真的很闹心，所以说大家可以这样子去挽救一下。然后他们家订的第二副呢是长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一副很好看，它看起来像是木质的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它是那种塑料亚克力那种质地的，这个超级无敌大，他们家耳环真的超大，每一副都很大。他们有两个金色的圆球球嵌在中间，后面就是一个平的。这副我觉得戴起来很显气场，这副就是很显气场一副，比较适合那种喜欢走酷感欧美范儿的那种女生，或者配一个很暗黑系的那种唇膏都会很好看。在他们家买的第三副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一个完全非常夜店款了，非常夜店风bling bling 的小花花。对，但是我估计90%的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风格，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它很适合那种有点
夜店服，没有，我很适合那种有些正式场合，比如说你穿一个那种黑色的礼服裙，很 bling bling 嘛，然后它又很长，所以看起来还蛮 formal 还蛮正式的。我觉得虽然它挺便宜的，几十块钱，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去那种比较正式的场合，然后戴这样子的衣服的话会很增色。就是总结一下，他们家主要就是这种大的 bling bling 非常夸张的这种耳环，比较适合喜欢走夸张风格或者是经常去夜店 happy 的小姑娘。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最后一家啦，这一家是叫做玫瑰小镇高端饰品。我当时被他们吸引是跟刚刚那首饰不太一样，这家饰品就比较高档，就看起来会比较高端大气一点。因为你们知道淘宝本来就是一个挺一分钱一分货的一个地方，这家饰品就比刚刚的要贵一些，可以给你们来对比一下。这一家呢，我一共选了四副耳环，它每一副都有一个这样蓝色的盒子装着，但是就太占空间，我就只带了一个盒子回来。然后买了这两个球球，这个是我首先想定的，我就最期待的，也是他们家卖的很火爆的款式。我拿到之后，我觉得他们家的质量，虽然他们并没有说，就在我看来每一副也就是10到20刀的价格，没有说非常的贵，就大概100块钱左右的价格，但是就跟那些20-30的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别的。一个是这种灰色的这种珍珠，现在在灯光下看有一点发绿色，如果在正常光下看就是很灰色，我觉得超级气质的，真的是被它的美貌所折服。它有没有白色的珍珠看起来那么的显眼，有灰色的珍珠我觉得很气质，然后我想买很久，我经常看到有人戴，我就比较低调，但是又有一点就是小 lady 那种感觉，我很喜欢这一对。然后它的五金件真的是看起来就是闪闪发光，你看这条线就是很美。另外一个是这种白色的长的这种珍珠的，然后我自己有特别多珍珠的耳饰嘛，这个白色的我定的是比较长款的。为什么说他们家质量比较好，就你在灯光下看应该很明显，就他们家这个五金就是会闪闪发光的。然后同样其实网上写的都是合金的材质，就好像前面几家都是合金的材质，但觉得他们家的合金的质量明显看起来就更好。就比如说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做对比，我觉得就有很明显的区别，就感觉这边呢就是做工还有它这个整个银饰的那种闪闪发光会比这边这个要好很多。白色我选的是他们家的棉花珍珠，就它这个珍珠不是那种光光亮亮，就有点磨砂感，我觉得特别漂亮。这种珍珠虽然说它也是人工的，但是它的质感就跟普通珍珠没有那么亮，但它确实有一点磨砂质感的，我觉得超级的漂亮，戴起来我觉得很优雅，就是特别 lady 小女人范的。我觉得在淘宝上面买到这么好看的珍珠的店家我还蛮开心的，它也没有说非常贵。他们家也是合金的，但是我觉得质量就是明显的比前面的就是感觉用的那个金属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两副坠下来的球球我都觉得很物超所值，很好看。然后我也觉得他们的珍珠看起来都很漂亮，不是那种廉价的珍珠。然后接下来这一副呢，是我这一次视频里买的最贵的一副耳环。我以前有一个很类似这样的耳环，不过它有一只掉了，所以我一直都对这种形状的很情有独钟。我觉得它超级的精致，拿到之后我就觉得好精致，很漂亮。这副耳环是比较贵的，这副耳环大概是180左右。我给你们做个对比吧。就是跟这个来对比吧，这个呢就是比较普通的合金的质感，然后再看它的细节上面也是会稍微粗糙一些，但这一副耳环就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就是一副非常可爱的耳环，所以说觉得很好看，还是蛮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这一家我也蛮推荐的，因为他们家的东西确实价格是贵一些，但是质量真的很好。好了，这个就是这个视频所有要跟你们分享的店铺了。哦，最后我想再给你们看一个，因为也是一个饰品，跟饰品有关的嘛，就想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收到了 DW 新给我寄的手表，然后我想说最后片尾了发一个福利吧，他们给我寄了最新的两个手表，而且那个金属的金色表戴的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我戴了之后很多人都说很好看。他们现在出的新的表是这样子的，也是金属的表带，然后这次出了黑色金属表带的和银色的金属表带的，然后我决定要把这一块送给现在看视频的一个小伙伴，因为他们寄了两块给我，但是我也不需要戴那么多的表抽奖，我想说就只针对北美的小伙伴，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吧，亲自把这块表寄给那个幸运的被我抽中的小伙伴。然后这个表是这样子，是黑金色的表盘，然后是黑色的金属的表带，我就是很简单的抽个奖，我想3天内就抽出来这个奖，然后你们就只需要在我这个视频下面，就这个视频下面评论然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手势，然后接下来写你所在的地区，说就是3天之后呢我就那种 random picker 随机抽一个。这个就是这期视频真正的全部的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有意思，你也看到了最后，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呢。那就这样子，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拜拜。